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老师也到店唤醒下面的打击，今天暴跌1000多点了、啊。盘中暴跌1170点，我这来自加西洋，那也够帮博啦。请问要不要害怕？不用害怕啦，我们老师到底会心想买代志？请问有没有人不知道第三季要休息的，第三季要整理的？有没有人不知道？不是每天画大饼啊？那老师，为什么今天可以跌这么多啦？好、哦，因为美国公布的一些消息不利的消息嘛，那都不是重点了、哦、就跟这一波一样嘛，他在杀融资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告诉我，没有这一根长黑暴跌杀出大量，请问台北股市会涨吗？一样的道理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在这里买股啊？同样的道理嘛，今天杀下来要不要害怕？不用害怕，重点是你买什么股票啦。第三季整理的只要够久。请问有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喷的吗？我不是 每天跟你讲，这台北股市飙到外太空哦，每天画大饼，指数要涨到几万点哦。我也知道未来要喷啊，你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啊？只有谁会跟你讲呢、啊？我想让未来做列客说啊，让我的飙股来当你，我老师列飙股告飙，带你证明我的股来。未来的行情就越大，所以他只要敢大跌，我就带你买。我老师重点是买啥啦？崔老师今天暴跌，你还敢买吗？跌900多点，你敢买吗？跌1000点，你敢买吗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就等这个难得的机会了。哦，你会发现哦，每次大跌我都这样告诉你，每次大跌只要机会来的时候，我都会酒力来杯股票。所以，我不是每天画大饼，告诉你指数未来飙到外太空，没有错，未来会狂飙。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飙嘛？那在它来之前，这个大行情来之前，这一段时间你应该怎么做？有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？所以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你检视持股，不是每天射飞镖啦，射飞镖现在都已经怎么穷两去打呀啦，检视手上的股票不行就要换。我就跟你讲，我上礼拜买什么就好了。老师，你看不了，老师你也够没够标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上礼拜我买什么了哈。你只要买对股票，就不用担心行情震荡，它就是会飙嘛。洪老师，啊你勒买咩虾喂？狂飙，再狂飙。洪老师今天有没有飙？今天没有飙，休息。好、哦，那我还要买。好、哦，我趁这两波的这两天的震荡，带你去布局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还没跟上，你赶快跟上哦。洪老师，嘿，我唔知啊，等我布局完，你就知道的啦，好不好？那另外一档你知道，我就讲你知道的就好啦。这个礼拜创波段新高啦，你告诉我啦，指数大跌又怎么样？今天不要跌这么多，今天一定翻红了。你根本不会担心的，我老师，你买这种股票你怕什么？我买这种从头到尾都不会担心的啦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我再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是你也是你知道的啊。今天还全翻红哎、欸！我从头到尾，我不是现在才叫你去买哎、欸，股票已经飙翻天了哎、欸！我讲是跟你讲哎、欸，8月21号，我老师进轮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喜安的外让做你的客山啊，无行情股票照样飙翻天呐、啊！因为我跟你讲啥，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，我老师，你有做到吗？我想问你请问，我有做到吗？我有做到吗？台股不会涨哦，股价飙翻天哦。然后呢，我没有叫你去追，对不对？我再强调一遍呐、啊，冷门的股票只要搭上未来涨，股价就会喷翻天呐、啊。过去的所罗门，过去的银浪，过去的昆银，哎、啊，你说老师为什么最近的股票没有飙翻天？你要搞清楚，现在台北股市在整理，有些股票喷上去、飙上去，还会被再打下来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买的股票是不是未来的主轴嘛？对不对？你问老师，嘿，打麦 K 加怎样面呢？我今天是大跌哦，今天是大跌哦。哦，我倒觉得拉回来是可以买的啦，因为只要你买的是对的股，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你只要买对的股票，你根本不用担心大盘震荡了。
你需要担心大盘震荡吗？只要买对股票，就不用担心行情震荡。台北股市暴跌1800点，股票也能够飙。老师，那我柯林，我再举个例子哈，台北股市崩盘的时候，谁的股票在狂飙？上市一档，上柜一档，全国最飙。嘿，老师，竟然还在飙？我不是现在叫你去追啦。你们老师，还起个变变的变变，起个变变叫了，你敢敢有心呢？隐藏版的什么标股？晋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嘞，你敢会惊？我不是今麦叫你去买哦，我无今麦叫你买哦。都没人买，哎，老师这样敢要买？哦，你自己对时间了啊、哦？有没有狂飙？有没有震荡？你不用怕啦，再狂飙，继续飙，飙翻天，飙到破纪录。我老师他个气有丢筋啊啦，我有没有跟你讲他要休息？所有买的人全部大赚，我老师，哎呀，我跟股票拢飙到安尼啦。如果你买的是这种股票，你需要担心大盘吗？你只要买对股票，你只要买到，买到什么都不用讲。老师，可是指数今天就是大跌啊！我也讲过了，没有量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们先讲哦，这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先不要管。另外什么第三季他要休息啦，你光看这个成交量你就知道他第三季是不可能去挑战波段新高的啦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讲第三季要休息嘛，我告诉你要整理嘛，他再下来再来打第二次讲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，太棒了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买对股票。你只要买对股票，上一次最早最前年初的上半年的崩盘大跌之后，我们的股票有没有飙翻天？飙到外太空啊！没老是惊死人啊，三倍啦、两倍啦、四倍啦，吓死人了啦！有没有得进？好、哦，卖光昆影飙几倍啦？一字头推荐，二字头推荐，再推荐一次啦，飙到70几块啦，得进，这也翻倍啊，这也翻倍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后面就是台北股市崩盘，我有没有叫你卖？我先问你，我有没有叫你卖了？我们是什么时候卖？6月14号，刚好是最高点那天，我没有卖到最高点哦。他个臭丢金呐！有没有叫你卖？有吧，有叫你卖吧，为什么卖？然后卖完之后，我们告诉你台北股市要休息，台北股市要暴跌，好、哦，台股暴跌，跌到这里，我跟你讲说可以买，为什么要买？理由是什么？有没有告诉你？那我买的股票是什么？快快快，老师，你卖股票，在这个礼拜又创波段新高了，我没有叫你去追哦，乔福。那个时候我都推荐了两档股票，乔福喷出嘛，对不对？后面震荡了很久，这个礼拜才创新高，有没有？这两个礼拜才创波段新高，所以那个时候在震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在老师在涨太多怎么办？全球传动，暴涨60%，哎，刚好都是台股崩盘的时候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它就是要喷啊？你需要去担心大盘吗？就算台股崩盘，它也要大喷啊，没有吗？漂亮是飙翻天了，我流是飙到全市场都告诉你它是主流。那我只推荐了两档股票，一档上市，一档上柜，就这么刚好。老师，你的乔福全国最飙，老师你的全球传动全国最飙，有没有？现在又来了，又来了嘛？台股又崩盘嘛？又大跌了嘛？又跌下来了嘛？哎、欸，这个也没有比前面跌的多啦。那上前一波跟你讲的股票全部飙翻天了，全部飙翻天了，有没有？后来的达麦也是飙翻天了，后买的晋伦也是飙翻天了。哇，我刚跟你小微标，不是呢。那时候跟你推荐了两档股票，上市的乔福，上个月的全球传动，全部暴涨。这一样的道理哦，今天台北股市跌900多点，将近1000点，刚好就是1000点了、啊。哦，那你要买什么股票？
这几档未来必喷翻天，你可以先去布局，你可以先去卡位。那我不要说一大堆啦，问老师，我们找了很多，我们发现有很多股票未来是有机会的，但是我觉得最有机会的，我就把最有机会那两档今天拿出来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它叫做双霸天标股 No.1、哦、不管台股涨跌它都要喷，诚心诚意请你一起来赚，今天来电就送 你，不管你是谁，你今天有来的通通都有。老师，指数今天跌这么多啊，我真的吼不敢买股票啦。可是你真的很想要买股票的，你要买什么股票？如果 你觉得你的股票不行，你要换，好，你们老师真的要换啊，就像你讲的吼，不行就要换。那我也不知道换什么啊。有些股票未来会喷翻天，你可以先布局。那你可以布局什么样的股票？今天通通都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诚心请你一起来赚，今天来电就送哦。小心连续涨停板喷爆全市场，双霸天标股 No.1， 双霸天标股二，就这两支而已，没有第三档哦，就两档股票。未来你 就看这两档股票表现就好了啦。啊，你要买你也要买买一大堆啦，你就买这两支就好了、哦、不是他就是他。我觉得这两档股票未来都会飙翻天，就像前一波台北股市暴跌1800点，我跟你推荐的乔福飙翻天，我跟你推荐的全球传动也飙翻天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怎么告诉你的？就算台股崩盘它也要大喷，台股崩盘乔福飙翻天，台股崩盘全球传动也飙翻天，现在台股又大跌，不论台股涨跌它都要喷。双霸天标股一，双霸天标股二，今天全部送给你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爆全市场。今天电话只要拨得通，来电索取，拿到赚到、哦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，打电话来拿你的标股，今天要送给各位，你什么都不用想啦。我老师，这有行情吗？如果第四季有行情，请问你告诉我第三季你要做什么事情？你不觉得第三季休息的越久越好吗？震荡越大越好吗？它有震荡代表你有机会，它没有震荡你都没机会吗？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它没有杀这一波你有便宜可以捡吗？它没有再来一次你有机会可以上车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杀一次好是好恐怖哦，很多人都被吓出场了啦，所以才会有这一波涨幅嘛，大涨2000-3000点嘛，现在再来一次哦，没有跑了也跑了，还没有吓死了也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如果再来一次，过来几拜，筹码会越干净哦，第四季的行情就会越大哦。为什么要请你买股票？我在讲为什么要买股票，你为什么要买股票呢？老师，为什么我要买你的股票？为什么它就是会喷？我先讲为什么你要买股票呢？哦，我老师搞要后人要今天暴跌，搁咧叫阮买股票诶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哦，老师，你就是跟人家唱反调嘛。我不是每天画大饼，我是每天唱反调诶。台北股市要暴跌之前，我告诉你要先下后上。好、哦，为什么要先下后上？第四季才要上嘛。那我告诉你要阶段性调整，要休息的。哦，所以台北股在涨的时候，这位老师台北股大涨诶。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啦，台北股市暴跌1800点，创下史上最大跌点，跌停板史上最多。我跟你讲什么？那一天8月2号，我告诉你要买股票啊，就这一天嘛，我跟你讲要买股票嘛。那买股票的理由是什么？我也跟你讲啊，啊，你会觉得神经病哦，然后呢，所有人跟你讲基本面没有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经济基本面真的太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就是买就对了。8月6号，8月6号叫你买股票，8月5号告诉你这里就是这里，8月6号告诉你你还是要买，因为基本面太好了。可是你报纸一打开，基本面太差了，没有用哦。我跟你讲的都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做只有先预告，没有不知道？后面的台北股市有没有飙翻天？然后飙起来，就一堆人跟你讲：“哇，好旺啊！七月有多好啊！”欸、可是不对啊，
之前报纸讲的是基本面没有用啊。我跟你讲说基本面太好了，那个时候营收也还没公布啊，这是8月6号，这是8月13号公布的，有没有？哦，上市柜营收好旺啊，最旺的7月，历史7月的历史新高，有没有？哦，外销订单接单大爆满，2个礼拜后，我跟你讲接单大爆满，哦，3个礼拜的啦，快3个礼拜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再跟你讲出口有多好有多好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了？什么叫做先预告了？有没有人不知道第四季要狂飙的？有没有人不知道第三季要休息的？所以结论就来了，如果可以预告，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都知道第四季要喷出，请问你告诉我这一季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如果你相信我，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你要买未来最会喷的股票嘛？你要买未来最标的股票嘛？我今天通通送给各位，你今天有来全部都有，这样会当吗？不要把事情讲得太复杂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，打电话来拿你的标股，阿雄送给你了。哦，为什么你要买？我已经讲过了嘛，啊，结论再拉回来，为什么你要买股票？你都知道要降息了嘛，现在只是降几码的问题嘛，那只要降多一点又能有，老师经济是不是衰退？哦，美国昨天公布了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经济数据，哎，不好呢，所以美股大跌，台北股市就跟着遭殃，也跟着跌下来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经济数据不好？请问现在美国的利率有多高？请问它升了几码？从前年升到去年，去年升到今年的上半年，一路升息，利率这么高，借贷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，请问你告诉我会不会影响到经济？一定会嘛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些数据不太好，那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他准备要降息了，而且他一定会降息，哦，重点是降息嘛，要降多久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旦开始降息，那就是连续性的降息，就是只要降息循环一开始啊，它就不断的降息了。哦，过去的美国都是 FED 都这样子啦，升息循环一旦启动就是一直降，一直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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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到它的目的达到为止。所以说接下来就是降息循环的开始，那它的资金效果，它那个政策会有递延效果，那它的资金的效果会一波接着一波上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第四季会有大行情，甚至到明年第一季啦，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，所以我在强调一遍，你要买股票，那要买什么样股票？当然买会飙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上前一波的台股暴跌，跟你推荐的乔福飙翻天，我们老师暴涨60%呢。然后呢，因为乔福涨太多啦，中间在休息啦，我请你买这一支啦，就算台股崩盘，它也要喷啦。为什么要喷？哎，为什么叫咸鱼大翻身？有没有人不知道？苦守寒窑18年了，都没有飙的股票了，所以当台北股市暴跌的时候，它就是会喷的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时候跟你推荐的两档股票全部飙翻天，哦，那乔福今天又那个这个礼拜要创波段新高了啊，哦！我没有叫你追哦，我没有叫你追哦，哦，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今天又大跌了，有没有什么股票是未来会飙翻天的？我今天一并送给各位，今天大放送，全部送给你，双霸天标股一跟双霸天标股二，不论台股涨或跌，它都要喷，它就是要喷。诚心请你一起来赚，来电就送，你有来专播上给你，三美都不用想，不要把事情想那复杂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。问老师，我现在能做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跌成这样，我都不敢买股票啊！啊，我手上股票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！我现在换，我也不知道换什么股票啊！那你就来换我的股票，双霸天标股二、双霸天标股一，通通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要把事情想那么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，打电话来拿你的标股，好，一通电话就让你大赚，小心连续涨停板。喷爆全市场，来电索取，拿到赚到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有钱大家赚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你电话只要拨得通，双霸天标股一号、双霸天标股二号，通通送给各位，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
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如果你都还没赚到钱的，你现在赶快来，什么都不用想。老师，今天跌很多，我会害怕怎么办？那你就去买会标的股票。我要再强调一遍哦，买对股票天下无敌啦！想要玩这列客说啊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我老师，你没什么股票当靠山，台北股市打跌这么多呢？我只买最会喷呐、啊！不然我怎么用最短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？想要望这列客户说啊，我老师那种那股票飙翻天，请问你要说，哦，很多人会害怕。我老师今天哇跌1000点呢，拜托你啦，这里跌快5000点了，这一根呐、啊、有没有一天跌1800点了？我请问你个跌到排骨白黑股是暴跌1800点，我跟你分享的股票有没有飙翻天？有没有飙翻天？哎，最近还在创波段新高哎。我没有叫你现在去买了哦，那因为它涨太多，对不对？又创新高了嘛？未来是台北股指又要创新高了嘛？因为它涨太多，所以我跟你讲全球传动，我跟你分享全球传动。请问全球传动有没有飙翻天？一样暴涨60%啊！都是台北股市暴跌的时候跟你分享的，现在又来了，台北股市又大跌了。哦，有些股票未来真的会喷翻天，那你不是等它喷翻天啊？原来它会飙。你要趁台北股市大跌的时候，趁它便宜的时候赶快去捡、哦、可以先布局什么样的股票可以捡，什么样的股票它有未来，什么样的股票未来会飙翻天，你就去买那些股票就好了。 你不要 什么都买嘛，我给你两档好不好？老师一支没够啦，也没可能一支狂飙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双霸天飙股一，不论台股涨跌它都要喷，诚心请你一起来赚。好，你没赚到的你赶快来，好，直接跟你分享，直接送给各位，来电就能索取，好不好？还有双霸天飙股二，好，今天通通送给你，来电索取，拿到赚到，有来的通通都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老师我今天没买什么飙股，双霸天飙股一，双霸天飙股二、哦、不要再跟我讲说你不知道买什么了。哎呀，你说以前老师那全球传动乔福我都知道，老师今天乔福还在飙、欸、我要跟你讲过去式，我跟你讲这个啦，飙、啊、翻天，哎呀飙翻天，哎呦飙翻天，哎呦飙翻天、哦、未来有什么样的股票会像他们一样啊？你现在可以布局，有什么股票会像他们一样，那你现在可以布局，就他跟他今天通通要送给各位，
你问老师，行情不好，你的股票敢有狂飙？隐藏版神秘标股，飙到破纪录。哦，你问老师，起太多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飙到破纪录。现在我要带你买的双霸天标股一跟双霸天标股二，今天通通要送给各位。哦，让阿雄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，你可以先来，不要把事情想太复杂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。你能做什么事情？自怨自艾、抱怨，有没有？那都没有意义了，好不好？不看了，更没有意义。哦，该换还是要换的哈。打电话来拿你的标股，一通电话就让你大赚。双霸天标股一，双霸天标股二，今天通通送给各位，诚心请你一起来赚。来电就送，来电索取，拿到赚到，小心连续涨停板，喷爆全市场。双霸天一，双霸二，今天通通送给各位，打电话，祝各位投资顺利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